裤子29码，臀围是多少？根据裤子尺码对照表可以得出，女裤29码的臀围是 92.5 厘米，男裤29码的臀围是98厘米。臀围是臀部向后最突出部分的水平围长，是反映髋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情况。臀围的测量方法如下，把皮尺贴着身体，在胯骨凸起的水平位置围上绕一圈，读出尺子上的数据就是个人臀围的数据了。裤子的尺码是根据腰围、臀围、裤长等尺码数据来划分尺码大小。服装尺码标准是在人体基本尺寸的基础上，根据不同的款式加上合适的宽松量，服装的规格尺寸一旦确定以后，它就是服装制造的依据。